传说中第一家星巴克。这家比上海的小好多呀。我们点了一个冷脆的 trail fly， 就是这是普通的，然后氮气的，还有一个过酒桶的早饭。今天的第二杯，我买到了疫情之后就没有吃到过的马卡龙，我的最爱 Pierre Hermé。我们现在要坐船，就是开车上船了，神奇的经历增加了。两个半小时之后我们到了。哇，可是我们来晚了，他不让入场了，尴尬。我们开了两个半小时，让我们来看那辆车是怎么被路围攻的。我们现在在叫 Leavenworth 的这个德国风情小镇了，然后真的还有点冷。刚才买了一杯咖啡，至少拿在手里可以暖和一点，然后现在去稍微逛一逛这里。
太不错了。我们的德国小镇旅游团，大家要来 say hi 吗？我们的安克雷奇拉，酒店房间能看到的。我现在在安克雷奇的酒店，然后现在外面是-14°，准备去冰川徒步。现在早上8点，然后它这是早上10:15才会日出，所以还得在黑咕隆咚一阵儿。等那个小车车把我们拉到那个冰川里面去。我现在在这个冰川的夹缝中。Say hi！ 我要吃了。嗨起来。这个又水果又有姜茶，来一杯，太舒适了。下午4点的 Fairbanks 一片漆黑。这是什么？怎么这么烫？这个是坡是吧？没有台阶哈。哦，我好害怕。Caroline， 你能不能拉我一下？我有恐惧症。啊，好舒服啊！好冷，好冷，好冷。看不到我的容颜。眼睫往上面。圣诞节的 drink， 耶，干杯！这个好吓人啊！阿拉斯加大蟹腿，还有什么野生大扇贝？现在准备要从这儿开回去了，一会儿去追极光。来来来，干杯！好 old school。
像我们要上上去给人家吃一点吧。啊，你是对了，那我们切小一点。就是看上去像是 Wagman。我本来呢是不太想录 vlog 的，但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第一次经历，还是记录一下。咱不能光在镜头前面展现那些生活光鲜亮丽的地方。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本来今天的凌晨应该从就是阿拉斯加的那个机场飞到西雅图，然后从西雅图中转飞到洛杉矶，然后整个飞机就是因为西雅图那一大片的极端恶劣天气就全部都取消了。我现在终于从费尔班克斯飞到了安克雷奇，然后我人生中第一次要在机场过夜，然后我准备小睡一下。这是我的雪裤，我用来当枕头，这是我的被子，然后还好就是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我们占了一块这个地儿。晚安。我本来想睡觉，但是我睡不着，然后跟我爸妈打了会儿视频，所以现在就在看书。这个是《刀锋》，想读这个读很久了，这次有机会开始看。我在店里面买的这个阿拉斯加当地手做巧克力里面加了咖啡豆，特好吃，有点饿。终于要登机啦，一整个晚上没有睡觉的我。我的天哪，我上飞机了，天哪。